我是美国，看见这个叫加水的水手。我今年22岁，我喜欢看书。我来北京学习中医有意思。我也学习汉语很难，可是有意思。我来北京4个星期了，我很喜欢北京。北京漂亮，中国菜好吃。来北京以后，我去了长城、故宫、颐和园，这些地方很漂亮。